随着布布的认知越来越清楚，而且他现在会说阿爸不要工作，他好像有点孤单，但不见得一定要生二胎，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是有一点点的分歧，像乌龟，动物是动物，人是人啊，所以一个夏天生命就拜拜了，所以养是为了他早点死嘛，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跟妈妈讲了，烦死了。因为我获得一个女儿，不用生就有了。哎呦，二胎，这个就是陌生夫妻家未来二胎的画面。然后他等下就哭了。以后是这样一家四口的画面哦。哇，女儿很亲你，比抱布布亲多了。女儿最棒，女儿赛过。OK， 我们今天呢来到了传艺中心。那今天呢是我们家阿辉啊家的妹妹啊满周岁。那借着这个今天抓周的日子，我们要来一起讨论关于就是生二胎这件事情。因为最近其实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观点，那我们就边走边聊。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传艺中心，也带大家进去看看好了。我们也没有来过，那我们就进场吧 ，Let's go。收闲抓周去，这个是要提前预约的吗？对，要提前预约。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很衰。他现在这个只到6月30号，7月1号之后的话，就要去那个你前几天去的那个什么文创。文创，对，在那边他有两个馆可以抓。这里整体感觉起来就像我们那种老街，有没有？我相信有很多的那种什么台湾剧啊、大爱啊什么，应该都会来这里拍吧？就难得有这样子的布景。OK， 好的，那我们就来讲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生二胎。那为什么我们会说重新考量生二胎这件事情？因为布布一直以来他在家呢，基本上都是自己玩，要么就是我陪他玩，或者是妈妈陪他玩。但是他大部分的时间，有很多的时间都是在看电视，其实跟我小时候很像。谁小时候不是这样？但是呢，随着布布的认知越来越清楚，他对于玩游戏啊、互动这件事情的需求量也提高了。而且他现在会说：“阿爸，不要工作。”最近布布他居然会说：“阿爸 ，no 工作，然后妈妈去工作。”他好像有点孤单。但不见得一定要生二胎，可以比如说养个动物啊，养个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是有一点点的分歧。但是，可以养乌龟。动物是动物，人是人啊，所以一个夏天生命就拜拜了。所以养是为了他早点死嘛？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跟妈妈讲了，烦死了。那再加上布布接下来要去上学，他去上学了以后呢？我们比较不会有重叠性这么高的时间点。如果说他还没有去上学，这时候是有二胎的状况下，你的时间会被大量压缩，就可以稍微的喘息，就不会全部压死在一起的感觉。或许是真的可以来考虑一下二胎，当然也不是说有就有啦。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默默在拼第一胎的时候，你还有带他去看中医。我们其实也没有刻意因为要去调生小孩，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科妈顺而已。对对对，以他目前来讲，大部分体验到的都是我们照顾他，所以他比较要学会照顾，他可能需要有一个主题。所以默默刚刚有说到什么养宠物啊，养什么，我觉得也是能够达成这效果。但是如果是弟弟妹妹的话，那又是另当别论。生二胎这件事本来在我们人生当中可能觉得不会了吧，就觉得把爱全部给一个孩子就好了。但是近期我们又重新讨论，主要是因为布布的关系啦。你要弟弟妹妹吗？你要有 baby 吗？你要有妈咪有 baby 吗？没有，没有啊。好的，他们抓周要开始了，我们去看看，体验人家的抓周一下。等一下再跟大家讲第二个原因。Let's go。Looking back on the things that we've taken for granted, but
to be better without what's been holding us back now。好的，我们已经找到地方坐下，我们等一下这里就是稍微吃一点东西，休息，对，等一下休息一下才可以继续逛。然后既然要吃饭呢，最近其实我们比较少用酒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用的这张 Enjoy 的干洗手。你现在看到这里有五个口味香味，这五个香味呢分别有哪些啊？有玫瑰、小苍兰、海洋、雪松、薰衣草和茶树，六种香氛。哦，这六个下来，今天一人一个下，没有喝醉不走哈、哦。你可以，你要哪个颜色，你挑去用用看。那个那是黄色还是紫色？它的味道很清新哎，你闻。对，这是小苍兰。它有添加很多的护肤精华，所以你用起来手会就是。你看我的手，你看我的手干干。你手超干对不对？你马上撸下去。撸下去，哒啦！哇！它已经吸进去了。他们的品牌就叫 Enjoy， 它里面呢是用75%的酒精去达到消毒的效果。Enjoy 的相对就比较没有这么浓了，添加很多护肤的精华。老实说，真的用过了以后，它的算吸收很快，比较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对。然后啊，因为它是一罐一罐的，所以有时候怕放在包包里面不好找或压到或怎么样。所以呢，它有做这个，就这样。这是什么？依照它的瓶身去做的细胶套。哦。它是可以让你套进去以后，你直接挂在包包上。锁链啊！你刚刚是不是想到换它的东西上面去？就是扣在包包旁边，然后你要用的时候，你就直接挤就可以了。它完全是为了这个产品去开这个膜的，所以呢，它跟产品是非常的 match， 就不会有那种通板，然后可能会掉出来或者是包覆不满的这种状况。它其实啊，现在疫情啊还是蛮严重的。对，在这种状况下呢，多少还可以保护到添加一点生活的香氛啊。除了比较枯燥的酒精以外，对，就是你可以有一点点香香的，还可以温暖一下自己，有一点护手的效果的感觉。那因为我们自己用了一段时间，觉得很好用，我们有跟厂商那边帮大家拿到一些福利，就是你只要在下面的网址啊，输入专属折扣码 AN3068，为什么是3068 ？Anson 3068骂你是不是？好像我是直接被厂商 diss 都不知道。它的折扣呢，满1000就9折，1500打5折，2800折，如果买到3000的话，直接享7折。那我们刚刚有说到有六个味道，你最喜欢哪一个？海洋吧，古龙水味。古龙水味，我个人的话是喜欢紫色的薰衣草味。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赶快先吃东西了，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去逛逛。Getting close to me, we're like a broken record, spinning round and round all year. I know that I can do more, I know that you feel the same. Why do we keep playing all of these games?Wanna go, cause your love is what I want, babe. You know that I wanna stay. 好，那说到就是我们最近有在讨论关于就重新来审视跟讨论二胎这件事情。是，对。那第一点已经讲完了，就是关于夫妇可能相对感觉比较孤单。啊，你有想要生第二个吗？生啊生啊。最近你们有拿到这一张吗？基本上里面就是写0到6，随着0到2，2到5以上哦。就是它有一些新的政策，然后它的补助呢也变更多。是，然后我记得现在是一胎是5000，接下来要5000，两胎是6000什么的。我还做了一个 IG 的投票，多给你几千块，几千块会促使你想要生吗？你会不会想生小孩？不会，不会啊。我统计出来的 IG 投票500多个投吧，然后。当中呢73%，所以它还是有一定比例的30%，但那又没有多少钱。对，重点来就几千块，那个是不是连奶粉钱都不够？你就一个月学费可能或许就23000，对啊，你给我2000-3000，对，你给我那什么东西？哦，抱歉，连买制服都不够。所以你觉得像这种政策啊，给你多少钱？给到什么数你才会觉得哎、欸、有感觉？给了20000，我没有夸张讲，我一胎嘛。没有，对，那如果你有2胎就领40000，对，这真的会促使就是绝大部分可能立马就生出来，不考虑生小孩的基本上他要付到几岁？这个等一下，我要先跟小吧，这个一定要先跟大家讲，我们今天是以比较务实层面的，对，可能到或许6、7岁低标最少要到这个程度，高标我觉得可以到
就是11、12岁国小毕业这样，不能2万，好歹也给15000。我个人想过引起大家愿意生，我觉得一个月至少18000，真的要破万，就是18000会让人家会哎、欸，好，那我可以生哦。好的，讲完以后，坏的也要讲。他这里就有写嘛，比如说近4年平价幼托名额已增加33.93万名，不够，但是当然我们还是没有，不够，不够、啊、还是没有。比如像我们想要去抽双薪家庭。但现在状况就是你没有办法公托，对啊，對，因为抽不到啊。其实私托的话，其实费用都超过我们的预期。对啊，没有錯。所以如果公托名额够，这个状况其实瞬间就已经摆脱掉了。对啊，我们就一样可以好好赚钱，一样小孩子是有地方可以放的。我们有时候帮客户规划，比如某个金额，比如什么教育基金、退休账户。但有的客户就是 OK， 我预算不够，所以我没办法规划到我足额的退休规划。对，那很简单，我觉得养育金也是，政府如果假设你真的单谈补助这件事情，你是希望他有提高我们的意愿的，那你可能要讲明这个生育补助是我只是补助、就是3000、5000补你的缺口，剩下部分麻烦你自行吸收。那我们会懂。OK， 你可能一个月支出要2万，但我补你8000，麻烦12000你努力赚。哦，那我可以懂你的立场就是这样。但你不是说哎、欸，我出多少钱你愿意生？我说那是2万啊，你全包我看。对。那其实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啊，就是以上的这2点，一方面就是预算上面感觉有拉出一些空间，或许压力没那么大了，可以考虑稍微的预想一下可以第二胎。啊，第二个就是布布的感觉有点一个人有点孤单。对，所以你可以期待一下那边的画面，是2位在跑，你的太太就是可以滑手机，那2位就是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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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西？他们打摔跤了，类似。好的，那反正呢，关于第二胎我们会再好好的讨论啊。对，因为我们是比较小心的，基本上第二胎不会有所谓的意外发生，计划内它才有可能会出现。反正基本上呢，你觉得是不是两个比较好哦？就是至少有个互动啊，或者是你自己身为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的角度，你有什么心得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那第二个就是政府的这些补助预算，最近又增加的状况下，对你有没有影响？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关于 Enjoy 的相关资讯连结也放在下方的说明文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真的被酒精弄到我手又干，然后又臭，然后一直闻到那个酒精味，我真的受不了。所以超臭。这个真的帮了我很大一个忙。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呢，记得给一个赞，把这件分享出去给你身边也在考虑到底要不要生小孩的朋友。最后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Facebook 开圈好，陌生夫妻好，我团购才通通把它订阅起来。我们今天要10万订阅，然后最后。恭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害羞，生日快乐，满周岁生日快乐，拜拜，拜拜。因为女生可能感觉上比较复杂一点，对啊，男生的话就有个可怜，就结束了嘛，我没说错嘛，对不对？就结束了嘛，大概就这样，或者是这样就结束了。对，卡蛋甲，咔咔那样。